是我的。Hello， 大家，皆さん晚安です。Hello， 奈奈，冰泪醉容消，中勋志宏小翔 ，BTNT 七天泪，谢谢奈奈的桃花如和果子，不是如果子。这个你不能吃啦，哎，下去，嗯，嗯嗯，这个你不能吃，你会死，哎，打我，嗯，哦，你打我，嗯，走开，下去，下去。有没有看过被猫咪扇巴掌的？是我的。Hello， 皆さん晚安です。谢谢姚茉莉的掌声鼓励，皆さん晚安です。对啊，刚有录到吗？刚有拍到吗？他打我脸呢，傻眼，马路。嗯，他给我哼的一个超长，装很可爱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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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要以为你主人不在就可以这样子哦，我是可以告状的哦。哎，盘子啦盘子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大哥。恭喜什么 ？Hello， 没有，我在姐姐家，姐姐朋友家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又干什么？嗯。Hello， 我加布了，耶、yeah ！开心的，大家还记得我就是我那时候关布说我要干嘛吗？对，我要吃提拉米苏。还吃提拉米苏，好爽。啊！吓到我，又吓到我了。知道的耶， yeah. 就不要找他学。没有他，他刚站在桌子上哈，肯定会震的、啊。谢谢 Hiko 的掌声鼓励，有声音吗？有的。谢谢姚茉莉的看好你哟，这是我第一次加布吗？不是，但是不是洛丽塔，不是我第一次加布，但是第一次玩兽。Hello， 在马鲁的地位顺序，对我被对，哎，我就是不是哈，我刚去买了东西，就是，哈哈。谢谢 QK 的看好你哦，我买了，我买了，没有，我买了，哈哈，哈哈，没有洛丽塔，好开心，所以就是我以为蛮快的，但不小心坐了一个太久的车。Hello， 好耶。讨厌！哦，好大声哦，对不起，我小声一点哈。噔噔噔，耶！我要吃，啊，我要吃！我等很久了，没有啊，我最近很开心啊，但是我就是想吃啊，怎么样？建议使用方法，我没有办法冷藏，冰箱冰不下。你周日贴的看起来好吃吗？哎，玉超，玉超，大家，我不喜欢吃肉桂卷，跟你们说，贴肉桂卷是没有用的哦。但是其他看起来都还蛮好吃的，可恶，可恶！哇，好怀念啊！我的天！
喜欢肉桂卷，就是对，我就是不喜欢那东西，我觉得它很臭，很恶心。That's 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把它拿出来。对，我买整块，我不说我买整块的吗？我要吃，我不管。一方面呢，是就是感谢大家帮我完收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我想吃，直播直接吃完吗？我觉得有点难。我本来也是想说公演后，但是就是很近，所以就买了，就买了。我不喜欢肉桂卷。我想办法把它盖起来，就一马鸡。嘿，嘿，嘿！哇！而且我昨天跟我姐说这个计划，然后姐姐朋友也在，然后姐姐朋友就说。哇，那我们明天是不是有甜鸭米酥可以吃了？直接觉得我吃不完，不行。大家晚安。好好吃，不是好好吃，好香。谢谢 boss 的幸运食叶草。他不喜欢肉桂，我不喜欢，对我也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肉桂的味道啊，不就是长一样吗？就出来看看，我加油。我有切开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切开。妈的，看我，看什么看？你不能吃啦，你会死掉好吗？不要肉桂，我就直接说你是喷肉桂，很臭哟。对他们会直接说我胖，哈哈，哭，偏哭。我是不是切太小？我盖子没有盖好哎，我等一下再盖。为什么没有下一层？我它关掉了。那你扮成肉桂，不要，好恶心啊！你们是不是喜欢被嫌弃哈？谢谢朱里恩的桃花和果汁，不行。大家好 ，Podcast 好赞耶！ Yeah, 你们开心吗？不是已经超啰嗦？吃完是不是直接用汤匙？是不会直接用汤匙？我就想切一下嘛，要有个仪式感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好好吃。是个小猫头。想爱别人之前，先爱自己。哇！你们看不到，盘子太高啦。我想慢慢来，好吗？敢不敢多说一点话？我吗？你做 podcast 吗？好好吃！就是还是要有一点吃蛋糕的仪式感，好吧？吃到了，好好吃。名字排餐哦，名字还没啊，就是我们就是大家集思广益啊，我们会看你们的投稿，然后再讨论，也有可能会直接用啊 ，Oreo 会被搞啦，好好吃哦，为什么我最后不说话？因为就。
哈哈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三黑一白，就说可以不跟肤色无关了。一颗1219 OK 啦，才没有装，我没有装好不好？一直据点一家，哪有，我还好吧，我只是没有回话，没有比较好。谢谢 Lolly 的星座浪宝，酷哦。嗯嗯嗯，先週も食べましたね。これは子供頃の誕生日、毎回毎日食べるの、めっちゃうまい。推薦します、推薦します。三只黑猫小白兔算吧，还是算吧，全名字也能录一集。会啊会啊，我们就是会，但应该不会一整集都在全名字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有吃吃没？瘦不是卖你鸡卖年这边啊。但我们有三层的点餐，好好笑。谢谢 YC 的星座浪宝，我是不是很脏？不是在点餐，就是在点餐桌上。哎，我们真的是从开录点到录完呢，好好笑。毎年の誕生日が食べるの。ティラミスです。谢谢 YC 的荷花、桃花和果子、荷花桃果子。哪有我的三层？那张法法不就是全部了？几乎都在点餐，之后 podcast 也是点餐吗？可能会有点餐的部分，但不会整个都在点餐啦，应该吧。黑白交错，哎，也是黑白啊。MC 真的是呐喊，超呐喊。因为现在不是我的歌单，现在是姐姐的歌单。啊，普通です。これ大好き、大好きです。灰色是怎样？谢林果的星座浪宝。Hello， 我现在在高圆姐在吃蛋糕，好好吃哦！这要怎么直接吃一整个、啊？没有办法、欸。在变胖，我正在变胖。
你要去订购我们2019十二月餐 festival 的制服？可以哦。说好吃整颗呢？有说好吗？我不知道。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哈哈哈哈。可是真的很好吃哎，我可以吃整颗吗？可是这礼拜要公检喽，哎，又要公检，好快哦。刚才你说好烦，不是好烦，是好快。好烦的部分是要量体重，有完全不指定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五分钟前不是才讲过有吗 ？MC 搞定没？肯定是，你们就等看表演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关系，阿六，我可以，这真的好好吃。嗯，我们很慢。怎么样？没有要来看是不是？好啊，没关系啊。超好吃，单细胞跟你推荐，这是提拉米苏的提拉米苏。它的店名就叫做提拉米苏，真的超好吃。嗯，不要，你都一半就腻了，知道哎。嗯，还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肯定是可以的吧。嗯。嗯哼。啊，就这里啊。为什么你来会被笑？而且不算贵，对，真的不算贵。算便宜了吧，其实。提拉米苏里含酒精，但是这个就是什么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就是因为这块吃起来没有酒味，所以我超喜欢。因为我应该第一次吃提拉米苏就是吃这家的吧，然后就超好吃。然后我去外面吃别家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哦，酒味好浓，就没有很喜欢这样。太贵了。嗯，哦对哈，包子你还好吗？包子你还好吗？你在那边乱关。好笨欸，很笨欸。这家只有零咖啡。超好吃，超好吃！大家，我也不会睡不着。最近我姐姐在唱这首。还是会吗？嗯，对啊，它的饼干超好吃，而且就是现在很多提拉米苏下面都是海绵，我就不喜欢海绵。我就想说到底台北有没有好吃的提拉米苏。嘿，没有啦，乱讲话。去吃也没拍照，什么东西？好听，开心的。我还想说我要不要追剧，直播吃饭追剧，哈哈，吃蛋糕追剧，还没比较便宜，而且比较
不麻烦，饼干还要弄很久。这个月扣打没了，什么扣打？吃蛋糕吗？对啊，提拉米苏怎么可以放海绵？不行啊，你们就会说还敢追剧啊？也比较不容易失败。对，这家真的是超好吃，大家推荐提拉米苏的提拉米苏。它的天使蛋糕也很好吃，但是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了。所以我现在没有追嘛，我现在放歌啊。不行。价格超 OK， 不然我才不会买。吃完就不能追，是这样。还是有咸的东西啦，在冰箱，就是要加热一下。おかわりはいるよ。いるよ。我到两是怎样？你的手是很严重，是不是？包子，你好笨哎！请问你还好吗？你到底是？好好笑 ！Hello， 你那场玩的是？妈路，嗨！这一口吗？这是突然想睡觉，精神不济就不要给我去骑车。Hello， 在干嘛？这应该是尝试吧。你可以叫个车啊。这个车应该也可以算赶吧。有看过吧？没有看过吗？键盘的事，废话的事。谢谢古早古早味的星座浪宝，然后把机车放在台北。那他现在机车在哪？蛋糕要配无糖的茶，我没有茶，没关系啊。但是もし私が台北に行くとき、最推荐的蛋糕店教えてね。Wee， 太多因素，但不是八七确定。直播结束前可以吃几片？可以吃。欸，我半个小时，我二十分钟吃两片，不知道，在车上有比较好吗？是有啦，反正你还是会来台北的嘛。总有一天可以，为什么要骑车来台北？又想破了。不要情愿，我们为你。机会去上班，好棒！不能吃完啦，不行吧？好好
是。这样吃还不，这样吃不到半张券不行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两片一张券是不是？谢谢佛城的梦幻星座，但是我礼拜，我这个礼拜还要量体重哦，还没有量体重哦，至少要吃半颗，半颗是没有问题啊，肯定是没有问题啊。我现在已经四分之一了，吃多吃不完。对啊，我是260的，新歌后会有期好。有播到的话，谢谢包子的浪漫星空，哎，很漂亮。谢谢哈柳的温收礼，台湾もいつ行けるようななることやら。来たから行ってね。从蛙船之父，对啊，魅力漂亮。包子，油包子，一餐要吃一张卷 ，OK。谢谢建谷的枫叶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一餐一张卷啊，一餐一张卷真的是，我会活不到月底。谢谢建谷的枫叶，以后你玩出去，咿呀，包子赶快回去医院。みんな出镜ですね。谢谢老沙的梦幻星座，我要去拿外套，求姨妈鸡。声控的，每天帮你买一颗提拉米苏都要吃完，如何？你是说这种的260的这种吗？没有办法。谢谢幻影战士的梦幻星座，一天一张卷差不多，对，没有办法一餐。后面那个键盘，这是我姐的，而且很可爱耶。很可爱，也是打字机耶的那种，很可爱呢。我现在只能按空白键，因为它连着。很可爱耶！不行啦，胖了吧？我会死吧？为啥要放在那？因为要给桌子空间的。今日マルいるの？いるよ。上に取らないの。捕まらない。不知道怎么样，不会讲。切镜头，不想那边有点乱。他在一个有点类似置物处的地方，没有办法。哦，是吗？你要看真主播在这。看我油包子，你刚才说我漂亮，不是植物处。マル一人が好き、そう一人が好きです。可以是打给你，最好。谢谢苹果的星座浪宝。对，等我一下，我
装它，我怎么装？我不知道我怎么装。会被我妈骂死，告诉你们。他刚跟我说要公演了，吃四分之一就好，哈哈。所以我有想要加布要穿啥吗？我还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想到。除了女仆装，你们想看什么？不是女仆装，除了女仆装跟萝莉塔，直接多加一个。你们想看什么？我可以参考。参考，参考。说好是这样，我有说吗？我真的有说吗？我真的是不知道，我忘记哦。Confession 的服装 ，Oh my god！ 那我现在吃这个是对的吗？我要收起来喽。十月或七月的春节。七月是什么？不会跟弹射艾莉一样，鱿鱼装是怎样？谢谢柠檬的 pocket， 大好きね。そうです。うまい、本当に。めっちゃマジうまい。不可以有妆，我会冷死。你们是不是都没有来跟我握手？是不是每次握手我手都超冰？我穿成那样，我的手都超冰了。你们确定要我穿泳装？很冷，真的很冷。脸上不要贴东西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个我 OK 啊。制服什么制服？网球，网球很胖耶，就很冷啊。你还真的没握过包子，万马不一定好不好？我也没有一直都亮粉加宝啊，有啦，戴手套。那你们有要跟我握手的意思吗？这样子有握到手的感觉吗？你就怎么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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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帮我开始步。不要，我太多了，我不行。你猜好 ，JK， 我看起来像 JK 的眼睛吗？好啊，可以考虑啊，可以，真的可以。不可能，今年的入坑你太慢了，你太慢了。十步要一百万，算了，不要、你没有在吃饭，好好吃饭好不好？你觉得我的手蛮暖跟软，等一下软，等一下软，应该是因为胖吧，应该是吗？是吧？没办法的，没事，我们总有一天会握到的，行，对，算了。找我，熊妹才是又硬了，因为她太瘦啊。不是，我是真的是很冷，好吗？握手会比较冷，我觉得握手会的时候好冷，每一次都为什么 ？Hello， 很软是肚子吗？手也可以很软啊，脸也可以很软啊，手臂也可以很软啊，怎么样？腿也可以很软啊，全身都可以。三单也冷，三单还好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我没事，肉很多耶，谢谢。不可能展示吧？请购买高云爵的深血，就是对。
到我本人，见到我本人的时候是请我吃海底捞的时候，好想吃海底捞。大家，我最近很想吃酸辣粉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可能没有吃过，我印象中啦。但是我最近 IG 一直滑到，就看起来就好像很好吃。餐单你快被晒死了，因为你们没有遮阳，你们那个真的是，你们很厉害，你们很厉害耶！不要这样子啦，不要这样，面白いね。そう、みんな変ですね。前一天值班差点爆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不要这样子，我说真的。见到你们很开心，但是呢，就是 ，Oh my god， 这是怎么办啊？请问旁边跳出一堆乱码，那个要怎么关掉 ？F11？ 不是 F11， 是全职。哦，12 ，this。想和许多一亮。哎，韦礼安，川渝小吃。哎，我今天才去中山站，我去买提拉米苏。酸辣粉或螺蛳粉，螺蛳粉是一样的东西吗？脏掉了吗？没有没有。对，我的眼镜呢？我眼睛在这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所以我要练这首了吗？没有，我最近这上一次听就是直播的时候，真的。谢谢 M 的枫叶，谢谢林果的一封信。对啊，我最近的皮肤很差，不知道在差什么，救命，救命！然后我现在在吃蛋糕，哈哈。突然很想喝馄饨汤，我的冰箱有一碗馄饨汤，八方云集的，好好喝哦。有，我有好好喝睡觉，我也有好好喝水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喝觉。背上的有好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好一些的。但是，我不知道，现在有点过了那个最好的时候，但是我有在努力的保养它，真的。最近你 IG 一直滑到烤猪，我有喝，我是超级水牛哎！你们去问王一家，你们去问王一家，是高允觉跟张佛法是水牛。我每次去丢回收，我们都会从我们房间拿出可能三四桶那种2000的水桶出去。高允该检查了吧？检查，努力换床单，我努力。谢谢你的美白乳液。你才刚喝完啊！我想喝哎，可是要加热，好麻烦哦。等等，晚点宵夜的事。好啊，おしめんおしに行ってくると言います。什么意思？哦，王静，什么意思？吃完甜的，对，吃完甜的会想吃咸的，哎，好酷哦！好，饭菜我想啊，哈，好嘞。大家，胖的皆さん，胖胖的是。皆さん胖胖ですか？なので、変わる。そういうことか。皆さん胖胖ですね。我也是有瘦过的，好不好？いや、変じゃな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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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よ、私。変じゃないよ。
普通な人です。普通な人です。ただちょっとデブです。デブです寝よそこじゃないです。你才是変態没有，你们就是很胖。欸，一放我就会开始胖起来，我告诉你你最瘦的时候。谢谢，请问那个是刚出生吗？いるよいるよ、ここにいるよ。います。ね、ファンの人も食べたことあるんじゃ。一人じゃないけど。包子不准。油包子，你刚刚说我漂亮，你现在就要走。一直用这个。確かに。ルちゃんと言います。今ここにいます。我奶奶一小时够了。看一下我姐都听什么。推荐，推荐我啊。知道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。这边真的没时间，包子你看，哇，最瘦2800，等一下，不要比这个，不要比这个，谁会记得？谁会记得？不行不行，沉船啊，要打字耶，是可以啦，在后面。大家我胖了，有这么快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抽到底是想怎样？用我的头发遮住我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人生巅峰，谁会记得？我就问。たくさん食べてる人好きですよ。え、なん、え、たくさん食べています。不可能。谢林果的星座浪宝，我天啊，你好，这样比起来你真的是大一点。每吃一口胖40克，80吧，好好吃。胖的一个刚出生的一个，有机会啊。谢谢阿当的星座让宝，真巨婴，没有吗？好吧。真的会想吃咸的哎，好酷哦！为什么正餐一定是咸食？健康是吗？为什么甜食没有东西可以摄取我们的养分呢？不是养分，就是
健康的部分，一颗蛋大概60。没有哦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酷啊！吃白饭也不咸，白饭没有办法健康啊，白饭只是淀粉，是吧？就是要吃什么肉啊、草啊之类的。不行不行，それはダメです。それはやばいです。ダメです。ダメですよ。白饭严格来说算甜食是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蛋糕也是淀粉。吃了，好好吃，越嚼越甜。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日本人出境的。对啊，但是因为很近，所以我就买了，就吃了。大家下礼拜要。公演哦，就是看到我如果有去后台的话，应该就是衣服爆了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。难的，谢谢庆的梦幻星座。啊，这礼拜，对不起。喂，不是不是，就是我出去玩，出去逛街这样子，然后就经过，就刚好很近，就在附近，我就去。我今天去逛街，哈哈，好开心。十二月不是每次直播都没有，哇，这什么？谢谢庆的甜心战士，可爱。是不是去看哈利波特？不是。我不想排队，但是我没有那么的迷，抱歉。对，然后回来来不及，因为就是买了，然后走回去。谢谢庆的女神蛋糕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并没有开口挽留你，但你不知道我转身后的表情。面对分离好不容易，科技大楼附近，哦，我不确定，我忘记了，哪里啊？没有吃，没有吃，好吗？你的心里，大包和美丽情侣。今度公園の話。なになになに？被挡住了，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ね。はい。え、ハルさん、あのパーキャストのあのわかりますか？わかる？いける？玉超有新作品。什么新作品？我刚刚没有看到。OK， 谢谢玉超，谢谢老帅的红玫瑰，谢谢玉超的告白气球，挂号信。あの、私のインスタのその動画、わかる？ないよ、ないないよ。わかりますか？七月份都是。专属星座礼物，轮到射手就12月12个全开，因为最后一个。わかりますか？それはやった。じゃあうまいじゃん中国語。今年的星座都是全开的哟，哇！
谢谢老沙的桃花和果汁，去年才是分开。哇，请。翻訳あるから。なんやっけ。翻訳すごい。反正都说不清。苹果都花在别的地方了啦，哈哈。苹果都拿去吃饭了，喂。根本从不起讲讲，好好笑，在干嘛啦？我想听，我想听，我想听歌，我想要听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。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。そう、真っ黒です。羡慕可以拿去吃饭，等一下，不是吧？生活，不是，为什么没有生？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。赞，我没有记错。耶，加布的，下一个礼拜吃不到500，等一下，先把该放日文。对，我是放了之后我才想到，我是应该要放日文。但是我放日文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月只会有一集这样子。我说真的。值得期待。如果丢了工作，干脆换个生活。爸爸一家小青酱都一身のやつ。哎，そうです。就是他的问题。对啊，我是有想，我有想到，但是真的是只会一个月一集，或者是两个月，不开玩笑。最勇敢，直接躺平。中日这，对啊，是我上的，但是太难了啦。中日说真的，字幕是我上的，直接躺平。我在上中文，我就有想过是可以干脆不要上算了。但是你们又会听不懂，所以我还没，我正在。哎，我也有听不出来，我也有听不懂的话，好不好？像是那个问号的地方，我就听不懂。我这是真的听了大概80次，我都没有听懂。对啊，日文字幕我真的有想过，但是太难了，基本上是。不可能，而且再加上我的日文程度，那就是停下脚步。如果他不爱你，就是他的问题。而且如果有什么那种双关的，我要怎么翻译？对啊，中文都听不懂，我还想翻译。Say hello， 可以不要放全黑吗？有我，有这个建议，我有收到。但是我还在想要放什么样子，这话要用日文讲给海绿茶，个人意见，可以，我有在想，可以讨论，我会跟他们讨论。搭配言文字很有趣，哎，我言文字我真的是，但是我又想说会不会太多了，会太多吗？你们觉得日文应该有更多问号了吧？对，翻訳ないことが多い。そう。だから私ここから次の動画を翻訳してほしいけど、私の日本語がこんなにうまくないで、そして時間がかかる。だから迷う。爸爸，不行。这句双关不是我们自己都很多，我们自己也会讲，好不好？没有针对，就是我们四个都会讲，像是小型的震惊啊，
目前频率还不错，赞。那个震惊，哎、欸，而且那个震惊，我是自己去把它反过来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反过来的，就是我其实都是直接去复制别人的手，别人的就是集合起来的，但是那个震惊没有反过来，所以我就是自己把它反过来，好难。做日文需要翻译局了，没有啦，就是中日一起这样子。对点乐观。好可爱，そ流啊呀，嗯，嗨，哈哈，又播回我的歌，好好笑，好可爱哦！还是我们用各自的母语？怎样？我要讲什么？我要讲泰雅语，是不是？那我可能就是整集就只会老尬，大西卡加油西马斯，加油西马斯。哎，我跟张法法聊天都会用颜文字，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，给你们看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，深沉弄懂我的感受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、欸，这个熊超可爱，我觉得这个熊超可爱的。这句话是不是是隔壁的？他们好像要晚点。马路，马路，早安。嗨。把人家叫醒，好可怜哦！哦，好过年哦，怎么那么过年？你的笑也渐渐淹没。猫咪，妈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多，叔叔不见了，阿六。哦，对不起，你睡你睡，晚安。嗯嗯，好好听哎。什么？我有很多啊，我很多。这个，然后这个蛋糕很好吃之类的，或者是想要搞对方的时候就穿这个。留言不能换哈，我哇，好可爱呀！我刚想说，我墙壁怎么有东西在动？是 GIF， 可爱。
那你们记得，你们记得我们 podcast 里面有一个地方是，就是我们人越来越多的那个吗？那个好笑吗？那个好笑吗？那个可爱吗？因为他本来更长，他本来还要多一个表一个脸，但是因为太长了会变到第二行，我就把一个脸删掉。自动换成三行。啊，可以啊，好可爱哦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好可爱哦，可以。零卡。明明就是温柔的，哎，好好听，再听一次，太乱放，好好笑吧？我的立体感不错，还行。对，豆豆拿东西好可爱哟，好可爱。好好笑，大四都在找表情符号，都没有在听我讲话。好漂亮哦，好想去海边，但是我不想下海，第四，不想碰，不想在海里游泳。哈哈，谢谢，给我蜘蛛没有关系，蛮恶心的。谢谢 QK， 我就是一个一阵一阵的人，怎么样？我就是个没有在听人家说话的人，怎么样？等过，等到的是徒劳是无功。背景可以用梗图，我怕太乱，我没有很想要那种，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图片。我在想说，还是就是，而且那我的字幕的颜色也要改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字幕的颜色。Oh my god， 好好吃哦，在这里哇！就是不要八方，就是应该有看出我字幕颜色的用法吧，就是我是用大家的应援色去分别，不是没有，才没有。上礼拜是在家里做的同时，好厉害哦，感觉很好吃的，感觉还没有看到就觉得好贵好贵，哎，我真的是为什么这么贵啦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太贵了吧，内线比铜锣烧本体还贵，通常都是这样吧。小青拍一家发发的，才没有。
尝试过那些。谢谢果的幸运四叶草。这首歌你就在吃，好好哦。欸，我最近有看到那个，就是蛮像铜锣烧，但它不是铜锣烧，就是它是只有一片，然后就先把一面煎熟嘛，然后再放一个小那个是什么，热狗、香肠、火腿、小香肠，就放一个小香肠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我感觉超好吃 ！Oh my god， 甜甜又咸咸，哇！半月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，甜甜又咸咸的，然后再加番茄酱 ，Oh my god！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吃番茄酱的人，但是它看起来就是很好吃，不是打很饱，不是那个皮不一样，听起来好饿，才不饿。你们真的是要看到它，你们才会知道在说什么。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就是小小就这样而已，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一个小香肠这样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就变长长的这样子，就是很小很小。里面通常对啦是没错。现在七最划算的就是七。迷你汉堡哦，吃哦，真的哦？为什么啊？其他东西都棒，不是棒，其他东西都爆贵吗？棒贵？在讲什么 ？OK， 它在融化。可是很好吃耶，才没有，才不是偷工减料，嘿，没有嘿，印尼泡面超好吃，林果你要洗肾吧，蛋挞变贵，真假 ？Oh my god， 1000解决。可以哦，可是超小包，对，还不够我吃两口，是够，我的话是够啦，833才720。8块？哪里8块？它不是涨价了吗？13块左右，一次下去2包就饱了。我记得它啊，我看到的没有8块耶，哪里8块？浪梦为什么上新闻了？等一下，浪梦上新闻了，浪梦成真，上新闻了，哇！为什么酷啊？酷喂，酷哦，酷哦！为什么？哇，好酷哦！酷啊！为什么好酷哦？吃战斧牛排、圣诞烤鸡、圣诞火鸡、感恩火鸡。
好听哎，这个。大吃一惊。可是我在旁边耍飞。还好吧。哇，黑暗的角落。才没有中一斤，谢谢庆的粉红棉花糖。哇，我一起说，我一起说。食べたいです。日本の卵焼きが食べたいです。うまい。日本の卵焼きが好きです。台湾の卵焼きは美味しくない。美味しいけど、味が違う。味が違うんですね。被世界温柔以待，一段青春还存在的独白，用温柔的你对世界还期待，平凡的月，昨日的绚烂。我喜欢甜的，日本是甜的，我喜欢甜的。哦吼，我不认识哟。卵焼きを作ったと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。あ、本当？ね、日本の卵焼きってどうやって作るの？なんで台湾とこんなに違うかな。こんなに違うんです。加糖的真实。先拿一盘玉子烧，寿司或者是玉子烧都可以，好好吃。哦，入れるから、かな？哦？なんの？对啊，因为我不吃生鱼片，我不吃生鱼片，大家，所以我都是吃什么玉子烧啊、蟹肉啊，然后。什么虾子啊，豆皮啊，稻荷寿司好好吃哦。然后，呢，我都吃什么？比玉米寿司好，玉米寿司我小时候会吃，但我现在不会。哦，可能偶尔那个什么，鲔鱼沙拉，偶尔，路边实验寿司比较好。我只适合吃咸寿司，我的人生少了好，也没有那么夸张好吗？没那么夸张，我只不过，哎，很好吃，但是我也很少在吃，真甜啊。
哦，我还会喝味噌汤，偶尔吃个茶碗蒸，好好吃哦。有，我有吃，那时候喜欢。哦，一拿，谢谢包子的星座浪宝。So， 今天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买，茶碗蒸吃啊，茶碗蒸很好吃哎、欸。没有，我还是会吃很多哎、欸。嗯，我过来了。大家给你们看，哒哒，赞，还是我还是吃很多，但是我都是吃熟食，就是我不会吃生鱼片。美味しいよ、本当ですか？でも、え、食べたい。刺身は食べないです。对，我一个人吃了一半，好好吃。你不是第一次。有机会，还有一半，对我还有一半。我吃了一半呢，我很厉害了。这礼拜的量体重已经吃完了吧？而且我前几次都超瘦，我脸已经蓬起来了，太超快，吃铁板烧。可是我不喜欢铁板烧啊。都是也没有都是我吃，而且铁板烧也很贵啊，铁板烧不是差不多贵吗？也都是会到200多。靠这个啊，提拉米苏多大？8寸大板烧，凉的死，会凉的死。大阪烧也贵吧，就是至少我去蒸鲜，我可以控制我想要吃的量，虽然很少，然后就会很贵，好想哭。好吃，我这没有口红了，算了。就这样吧，是一个是长发同城线卡拉提马西达吉冈，得说，才不是吧，豆粒，有差不多吗？可是真是只是寿司，我可以自己就是拿几盘就多少、啊。是哦，那你正式是日本人吗？大错不小，但是好吃。吃饱了，好想喝馄饨。Stay mas，なんで知らないの？跟我的脸一样，比我的脸大，好不好？美棒！谢谢老沙的桃花和果汁。
好想要喝，好想要喝炖炖汤，可是它还要热，要吃吗？拿起来比，我有点大，我刚才有多小，我有点比较小，真的。贴脸比不行啊，你们就会看到更黑的我，跟张爸爸差不多黑的我。没有啦，他没有很黑，他脸跟那个饼干差不多，有吗？没有那么黄，对不起。有你的日常，你朝我的方向走来。走建国路回家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。Hello， 他比我黑啊，他是最黑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没有骂吧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吧。对，我的脸比较大，因为它只剩一半。有你那的啊，1周年，1周年です。すごい，すごい，すごいです。爸爸也很高兴他是黑，他喜欢黑皮肤啊，他是真的喜欢。你给我一个拥抱，如果有一天终于我也可以独当一面，我只需要你的一个微笑。 TV 最白是谁？我不知道耶，品涵吗？ TV 白的人好多，是说你蠢蠢的哦，好吗？头发肚子也黑，他全身都是黑的，真的。他就是，对，他全身都是黑的，但是我是手跟脸很黑，但是我其他地方很白。对，就是晒的，怎么样？陈虫，小晴呢？小晴也很白，麻油也很白啊。为什么这么穿？可以给我一个拥抱，如果有一天终于我也可以独当一面，我只需要你的一个微笑，很方便。给我一个有一天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 ？Y 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个没有贴纸？它的注音是贴上去的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Y， 滋滋的是。谢谢 Sally 的星座浪宝，上面没中，就是有一个掉了。
贴纸哎，好可爱哦！微笑，拥抱。你说谁的沉船啊？沉船。维里安，维里安，维里安的，想到了。Hello， 大家，你们上晚安的。好冷的。为什么这几天这么冷啊？不是已经回温了吗？回温了吗？还是只有我在冷？其实，马鲁，你会冷吗？马鲁睡到不行，练中打不用中，不是我，我可以啊，但是就是突然少了一个字，会忘记它是什么。我很想学罗马拼音耶，就是还是那个，就是中打，就是啊，对不起，白天有出太阳，有啊，但是白天通常是不是我的活动时间，没有啦，有啦有啦，有活动有活动。好想喝火炖汤，罗马好难，就是不觉得很酷吗？就是我有时候，因为我最近很常跟哈鲁，我最近都叫哈鲁，口哈鲁，小晴，最近很常跟小晴一起，就是可能看影片，吃东西会一起看影片，或者是干嘛干嘛的，然后就会看到他打字，我就会觉得很酷，就很想学。然后最就是有一次，就是看到他在打，忘记什么东西，就是反正就是有点日文，然后那种小文章的那种打小文章，然后他会记你的时间跟你的错误率跟你的，反正就是测试这种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酷，然后我就自己回去跑回去房间那么玩。就很酷哎，怎么可以，怎么有办法可以用那堆英文打出一个中文字，不觉得很酷吗？ QK 最近反而又跟小晴相处的时间变多了，对，因为张华华很长，就是因为他会学，他还有学校的宿舍，所以他就是会回宿舍居多，比较常回宿舍，然后家里就剩下我跟小晴，然后一家也是蛮多事情的，但其实也是会一起，你就是这样打就很酷啊，就很酷，教我阿当，啊，好酷哎，怎么打？所以小泉陪我睡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我们还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间，就是我们都是那种自己比较舒服的那种。高中电脑课要先打一篇文章，整篇错四个字以内才有，好可怕。对啊，小晴是 model 室，对，够了够了 ，OK 了，晚安，你好，晚安的，你好，哦，好酷啊，但是我没有罗马拼音，我看他有没有。没有，好酷啊 ！Hello， 啊，我一直扯到线，对不起。很酷呢，我十。
晕。解忧衣，解忧衣。但是我看得懂，我看得懂，我看得懂哎、欸。那打你好会有吗？就是英文啊。你好胖，谢谢。我看得懂。下次豆粒再说话，你再试试高圆觉神推的时候，我也看得懂。不是不是神推啊，就是你中医高圆觉，我看得懂。晚安晚安晚安，是不是？哇，我好厉害呀！晚安，好酷啊！这边打久了，就算键盘上没有符号也能记得吧？是还行，可以带娃还愿意。有你，送我的行动。谢谢，你好烦。那胖是什么？胖？胖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很快 ，QK， 你太快了吧？胖是什么？阿当 ，RTY， 小一，胖 P A N， 闭嘴，不是我。而且为什么你的头贴是米音？是不是？知道的太多，谢谢。Hello， 张发发。谢谢。我要打字，我要打字，我要打字，大家。你哇，才怎么打？才怎么打？你好吧。才怎么打？才，我知道 C。哎呦，不是啦。哎，我好厉害，我猜对了，我是不是很有天分？不是 no 啦 ，no 什么 no？ 不要自动选字。不要自动选字，耶！好酷哦！现在是英文课，现在是罗马拼音课。我刚打成 no 才胖，那 no。no 才胖。哦哟，我打错了，它自动选字，我要把自动选字关掉，这个东西烂。猫才胖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，哦哟，不要自动选字，我。no 好，我不会，我在乱打，这有什么逻辑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刚刚对啊，张爸爸也吃了一个，我大概是他的四个，好好吃哦。对啊，就是发音拼音罗马拼音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我被码掉，为什么我被码掉 ？S 吗？我那是要怎么打？是，不是我打？我是你超胖，你全家都胖，我看懂了。你好，傲娇，谢谢。杰哥，最可爱。哎、欸，我好厉害，我看懂哎、欸。
不是，我打窝斯高云爵，但是我应该打错了。我不会那个点点啊。我看得懂哎、欸，我好厉害，我好厉害哟、喔，我很厉害耶、欸！你们多打一点，我要猜。啊，四 SI， 我刚只打了 S， 难怪我被骂掉。我爱高云爵，看懂了。点点长按哦，酷哦。呀、yeah ，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了。绝哥娶我，我才最可爱。包子有包子，还想抢可爱。绝哥娶我，好好笑，好好笑啊、哦！好酷，好酷啊、哦！但是我不会打、啊。Hi you.香港女高中生很爱这样打字，真的、哦？你是说只打英文吗？的意思吗？绝歌国文52分，谢谢。我看懂了，52分。什么意思？小一那个我看不懂。小一那个我看不懂哎、欸，等等洗好澡要换药哎，我觉得换药真的是发疯。爸爸也看不懂。我看不懂了，我看不懂了，救我！小一那个是什么？那边已经不一样了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，应该是粤语啊！念出来，念出来 ，Hello， 我。喔、哦、这不算脏话吗？我会念，但是这不算脏话吗？这可以讲是不是？就是笨的意思是不是？我还 going go， 我还。台湾人的事，嘣嘣嘣！张头发，张头发，我吃完一半了。嘿嘿，我只吃了一半，我还有一半，但是我现在好想喝馄饨汤哦 ！Oh my god， 好麻烦呢、哦！是真的没有人在讲话，还是我的留言又没有跑出来了？请问？那个所在，看一下观看记录。
Hello， 大家，请问大家还在吗？皆さん，我要开始追剧喽。各位朋友们，还在ですか？皆さん朋友们，好的。哦，还在。为什么没有人讲话？你们同时安静是什么意思？八寸。好的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人。好，叫小晴教我多点广东话。欸，他说我很有天分。他说我讲的很像，就是很标准。专题结束有超多时间，哇，辛苦了，专题好麻烦。耶，听怎么反应？很多人讲话，我刚卡住，休息，老休息，啊，刚卡住了是不是？好，我看见了。Hello， 大家。我看见了，但是我忘记要讲什么，不然你打，我会讲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应该会讲。我在找音乐。但你看不见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视线被，因为你太晕了。台湾人讲粤语，小青讲得很可爱，觉得很可爱，还是讲得很可爱。你帮我点什么东西？皮包说了什么？不知道唱什么。我中意你呀，雷讲得很可爱，什么意思？小青讲得很可爱，他说ですか，是不是有点不标准？但是还行，还听得懂，嘿嘿。马路早安，Hugh， 不然怎么说 ？Hugh，Hell， 老 Hugh， 不会 this。最近都跟小晴在一起，又聊什么吗？聊啊！马路上班吗？马路在睡觉。我刚被他打脸呢、欸！我刚一开播，他就打我脸呢、欸！你没有看见？哈喽，那天床上的陈打其实是小晴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就问啊，什么东西？哦，雷吉，我不知道要听什么。只是中安街的飞舞。マルはいないの、いるよ、寝てる。ジョンイネイ、ジョンイ、什么？小梅。我不会什么，我不会了。这也
沉睡同一间不对，哪有啊？很明显，优衣也没错。哦，你们不太会哦，喜欢吃什么？你们不太会这么清楚，是不是？哈哈哈，好好玩。彼女彼女あ彼女あいないえマルは女の子ですよ。女の子が好きですけど失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要找翻译，我要找翻译。中意十枚男だと思った、最初からも男だと思った、でも女の子です。你喜欢不是欢吃什么么，你中一时什么？我听。你中意食什么？食什么？你中意食什么？食什么？你中意食什么？他为什么说 you 啊？食什么 ？you 还是 you 还是 you？ 你中意食什么？为什么他说 Miu？ 不是，那怎么？小梅，我不会，这个不对哦，这个不对，还是我找别的，我找别的，我看，他为什么会说是小梅啊？梅。你中意食什么？食什么？美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没有讲话，我要听讲话。Google， 我要用 Yahoo 搜寻 Google。我这样会太过分吗？应该还好吧。谢谢 YC 的星座浪宝。美，有些广东，他念不到哦。我要用 Google 听，这个应该可以吧？月太多了，等一下我找不到。月，这个有粤语吗？应该会有吧？英文，台。马来文，Oh my god， 这没有吗？么？食什么？跟麦当劳点肯德基一样的概念，对。我有没有见过这个字？好像有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啥。This。是不是没有啊？有吗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啊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
什么要摧残一位国文生？哎，搞不好我的语文能力很厉害啊，语文天分。干嘛这样呢？我要看月语，不是，在哪里？杨杨月语，他会念给我听吗？你会他会吗？你好，哇，他每个字都翻给我听耶。某马某某马哇，他好标准哦。语文天分跟 Mina 一样吗？搞不好啊。我不知道。生错国家队。不行吗？いいですか？谢谢，不可能。有这种东西酷吗？啊！Man 搞我来记头，为什么你还记得？なんで覚えていますか ？To be or not to be, to be or not to be, to be or failure or not to be。没有，不是这首。九点上班的可怜鼠，辛苦。对啊，很可爱吧，很可爱吧，哒哒。摸镜秀，真的美迈。Hello， 美迈，美迈哇。いいですね，です。西班牙文你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不是乱念的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加油，欢迎！你最近学了一些台式日文。啊！おかげ、違う。私のおかげじゃないよ。あの、私のファンの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。あの、休憩とか、浴槽とか。美迈。米娜在村直播念的哦，肯定不是认真的啦。要说对对对，美迈，不要勇哥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攻杀毁啦，攻杀毁。勇哥教你美迈，美迈就是不错的意思。美迈。Mina 语是假的 ，Mina 语是假的哟，大家 ，Mina 语是假的，米拉伯语是假的。嗨，美迈，什么会什么？你有点想买，我也蛮想的，其实，但是我又不能穿给你们看。阿基里布里里，好好笑，不能不可以，阿基里布里里，好好笑，不能不可以，好了，我来了，
现在小 Google 的图星座浪宝图什么图像，谢谢秋日红的星座浪宝。你想买劳动就是股，买它，请买它。但是我真的是看过最可爱的是小贝贝，哎，小贝贝超可爱。今天来为仪容立内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看二比三？对，啊，威龙，你得讲，威龙你得讲，威龙你得讲，接下来配音，哎，不行。哈柳美麦，还有威龙你得讲，这要怎么翻译啊？弄好你讲，我台语不错，没有，我台语很烂，我都被阿公说我不会讲台语，阿公都叫我大陆妹，但是我每次都想说什么什么大陆妹是什么草，我都想说阿公为什么说我是草，都你在讲，对啊，都你在讲的日文。外国人念台语，你听得懂一点点酷啊！我会讲主语叫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，要怎么讲？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我就想说，为什么阿公每次都要说我是菜？为什么不会讲台语就是菜？哦，还是他是真的说我很菜的意思？为什么菜 ？OK， 谢谢阿公。先教完这个，我就差不多要下班了。大家，正常的菜没有，我要下班了，谢谢大家来念榜。哎呦，按到了。外省人不会太对，他其实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但我都是。没有，我吃了一半。我要念榜的，对，我要追剧，开心哦。第十五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九名是 YC， 谢谢 YC。第八名是 QK， 谢谢 QK。第七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六名是哈柳，谢谢哈柳。第五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第四名是 MM， 谢谢 MM。第三名是勇哥，谢谢勇哥。第二名是玉超，谢谢玉超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蛋糕？哦，第一名是庆，庆庆庆，耶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です。免甲我来一套魔镜熊，得了吧，台湾的，多分いけない。你才刚来，你最好才刚来啦。嘿，没吃完不行。不行的，剩下一半你可以帮我吃，好啊。十一名哇，十一名，果听起来好温柔，谢谢果，谢谢果。嘿，不
知道是第几个晚上，我要下班了。对，我要下班了。呜，说我是个太阳，二十四小时开朗，为人照亮。下班的是明天上班，拜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有可能会改天，因为那天好像也有事情，我忘记，我不确定。像个太阳，拜拜。